这个水不要这样放。好像是，看一下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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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但是信号在哪里？哦，有，现在这里有信号，可以。今天就是一大早专门坐车来杭州的，你看这是哪里呀？今天我们化身你们的旅游不对，旅游使者，带大家游山玩水的。这是哪里？嘿嘿，能看得到吧？不卡吧？我就很怕很卡，很卡了那就真的是很尴尬了。来呢来呢。我事先没有跟任何人说哟，免得到时候又走不动了。我专门找了一个你们不能狙击到的地方，在湖里。妆都化了没有化呀？这有点热，真的是很热，很晒。哎，师傅今天多少度啊？38，还好。上次在上海，我们40度。我们今天晚上就回去了。噜噜噜 ，Hello。为什么来杭州？因为正好那个楠楠的亲戚在这边，他要来聚一下。然后正好我就说我们来杭州直播一下。等会儿晚上要去找他的，是小姨。嗯，对。小姨还有哥哥，找他的小姨和哥哥吃饭。猝不及防，当然啦，我跟你们说了的话，那你们如果在这等着我怎么办？我一般就比较猝不及防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偷偷开播？哪里偷偷开播？我刚发微博。你知道我们怎么来的杭州吗？我们坐滴滴专车来的。你知道坐了多少钱？1000多块钱，好贵啊！妈呀，比坐飞机还贵。为什么这么黑？你可以游过来呀。对，我是让谁？他们说让谁游过来合照的节奏，笑死了。游过来，对，游过来吧。你不是很久没有看到户外了吗？然后我也不想在上海户外，然后正好楠楠他说他的亲戚在这边要聚一下。晚上在哪边吃饭？就是城西银泰那边。哦，你怎么就说出来？等会他们又去那边来找我们怎么办？听不到。我没有开静音，好吧？应该听不到。你不信？这很尴尬了。没有，我是在想先充会儿电，然后因为这个手机只能维持大概2个小时吧，先充电，然后呢，等会儿可以在西湖上唱唱歌，也可以走一走西湖，但是走的话就有点好像太热了。怎么了？我就不能来杭州了，什么意思？杭州好像距离那个上海还蛮近的，坐车大概我们坐了3个小时就到了，是吧？滴滴我们坐了3个小时。嗯。哎呀，有谁在杭州呀？这个线怎么在这儿？来吧，游过来。你要来举救了，真的吗？你是在杭州吗？你是西湖怎么举救啊？你别等会儿把我推下去吗？在船上说啊 Timo， 然后就来把我推下去。在这里我叫谁？叫天天不应。哎，只有师傅可以帮我。哎，有点卡。西湖的水这个喷雾就是降温的，不然的话手机过热播不了，是不？在水里泡一下，师傅，师傅可以。那师傅泡坏了，你陪我。你那贴了个推热贴啊？啊，对，贴了那个小儿推热贴，贴到手机上。
写 open。哎呦，岸上等我。你怎么知道我会在哪里靠岸呢？A B 画质，这个画质很渣吗？我觉得还好呀。哎，我刚看没有吗？好热哟，好热哟。不会是吧？不会呀、啊，我看没有啊。然后看下面的。嗯，好。就这样坐着还好，不是很热，我就怕等会儿走路好热哦。走路肯定热。那就很尴尬了。我想试一下这个声卡，看能不能行，看能不能在水上唱歌。让我来调一调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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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游泳过来呀，来呀，对对对对对，来不了了吧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对，你们换超轻就好了。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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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。我不靠岸就游过来找我了。不是，你们真的在吗？我不信。我把这充电的拔了，现在换上这个。不卡吧？就有点黑。有首西湖美景歌，我是想的肯定要唱那个白，那个叫什么歌？白蛇娘子里面的杜琪。那我唱女的，你唱男的。哦，好不好？嗯，哎，我看一下，哎，是插哪一个来着？应该这里。